今天指数一口气再跌400多点，你知道吗？盘中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小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很多同业的朋友，甚至于包括投信法人，他们都问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，谢老师，哦，可以拿下口罩？不用啦，不用拿啦，我干嘛拿下口罩？没有啦，我就奇怪，怎么导播刚刚叫这样，而且叫把口罩拿下来。谁规定要拿口罩？我还是觉得戴口罩比较安心哦。毕竟呢，我讲坦白的，现在有 BA.4、BA.5， 还有猴痘，还是不要染疫比较好哦。那我只要请问各位哦，我只要请问大家来了再一遍哦。今天早上其实我真的很忙，因为有很多同业好朋友呢，他都问我说：“谢老师，这个行情到底主力心态翻多了没？”我这时候才发现说：“哇，原来主力心态真他爸爸的有够无敌重要。”来，我快速讲一下哦。你记得在昨天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，没问题吧？昨天哦，然后今天呢，真的很不幸，非常非常不幸。来，你先来看，今天是7月1号，七月第一个交易日嘛。那如果说单纯就我的夜随盘传真稿的话，我今天抱歉了，今天传真稿稍微有一点慢给你们了，我在8:49才给你们哦。在8:49，我给你们传真稿里面，我有说呢，我说至少你要先收上14701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止跌讯号，反之14571绝对不能跌破。好，那我请问各位哦，基本上如果说你把今天台指期货打开，今天台指期货最高的高点是都在14702，那你再去想一下哦，为什么来到14571它会跌破？因为很简单，麻烦看一件事情哦。等于说今天早上呢9:20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夜随会员，因为今天早上真的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，所以说我先处理哦。它杀第一段之后，很快速的拉起来，可是拉起来的夜随过程当中，再来一遍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的夜随心态？因为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的方向，我今天空就是空，我今天多就是多，它不太会变来变去的。那在拉起来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它的主力形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一个标准的夜随绿色，所以这又回到一个所谓原点了。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在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关键价，包括一个多空主力形态。不过这个行情，我说讲坦白的，真的很可惜。怎么叫可惜呢？你记得呢，在上个礼拜也都是一样，上个礼拜一空，礼拜二空，礼拜三空，礼拜四都空嘛，主力现在都空嘛。就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力现在它是个标标准很多。那当然我也不需要去欺骗啦，因为有很多投顾老师，我讲坦白的，不要为了做业绩。我说真的，如果一个投顾老师专业度不行，那可以接受。可是不要为了做业绩去讲出那些很奇怪的话。就像有很多投顾老师，他现在既然在节目当中讲说他去放空长荣，他去放空阳明了，我觉得那种东西我是不能接受。有做就有做，没做就没做。就像我说过的，跌了3000多点，你认为行情跌很多，你跟我一模一样，我们想的一模一样，我们跌很多了。好，我们不要做多嘛，没有，我们不要做空嘛，我们不要做空嘛。那只要逮到一个所谓多头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多，标标准准多的逻辑之下，我请问各位，一趟的空单先360点，另外一趟的多单呢、360点，一趟的多单又高达将近有400点。可是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，看到今天台北股市破底，你可能呕的要死，因为你的空单老早在礼拜就断头了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好，来啊、哦，继续哦。从 AM 盘延伸到 PM 盘，再延伸到礼拜一的 PM 盘都没问题。来，开始了，来礼拜开始喽，主力心态空。我问大家再一遍哦，礼拜五一根红 K 棒，礼拜一根红 K 棒，礼拜二往下杀的时候，看我的讯息哦，看我讯息哦，因为我要把所有东西都讲清楚嘛。我说主力心态它是空，好，礼拜的时候主力心态空，可是我个人认为啦，突破要变成跌破，它的几率很大，好，几率很大，所以说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是利用它这么正往下急杀。急杀杀到最大值的时候，我去做多，所以礼拜我赚了50点，那同样来到礼拜三的时候，6月29号，礼拜三礼拜几我忘了啦。6月29号的时候，主力心态它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夜随空，标标准准空还是标准空哦。等于说礼拜二开始的时候，它的主力心态已经由多转空。可是我个人认为说奇怪，我礼拜五一根长红 K 棒，而且是突破 K 棒，我礼拜一又是一根长红 K 棒，礼拜二。往下杀，礼拜往下杀，突破要变成跌破几率很小。可是不管啦、啊、大盘的主力心态它是空，所以说礼拜我们小赚50点。那同样礼拜三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空，标标准准空，标准空，它要往下急杀的时候，我们去做多，我们赚70点。可是我都知道要跑，礼拜三我都知道要跑，因为我看到的是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。好，继续哦。结果呢，来到了礼拜几啊？随便啦、啊，随便啦 啊，主力心态是空。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什么事情？
我真的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啦，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在做期货，你想不想要把股票输的钱赚回来？而且啊，你要相信我一件事情，主力舵手知道你们现在更急。什么叫更急？你在市场今年可能输了500万，可能输了150万，可能输了50万，你想不想要快速把钱给赚回来？想嘛！如果没有输钱，都想要赚钱，何况输了钱，你想不想更想要赚钱？想。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其实做期货有很多投资朋友，有很多投顾老师，他们一直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，他手中没有空单。结果呢？没有空单，只要看到盘中任何的反弹，任何的反弹嘛，任何反弹，有没有弹起来？有没有弹起来？有没有弹起来？他就跑去做多，为什么？为了抢菜钱，为了赚个50点，为了赚个20点。结果呢？有抢成功吗？没有，就往下杀，往下杀。好，所以说基本上这是为什么你做期货的，你一定要去下载我们软体。同样做股票，为什么下载我们的软体？因为很简单，我这个人做法，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，我常告诉他们哦，如果今天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。你今天你股票你不要做多啦，你不要做多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不要做多。大盘主力心态空，你就不要做多。再变喽，这一次大盘主力心态什么时候空的？礼拜二嘛，礼拜二空，礼拜三空，礼拜四空，礼拜五空，连续空了2、3、4、5，好，连续空了将近有4个交易日。那我请问大家，长荣什么时候除权？长荣礼拜三除权，礼拜三除权刚好遇到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的空，这是为什么开高？长荣不是开，他开在这边呢，多贱呐！开这边，然后拉上去，一拉上去的时候，很多人以为长荣要复制阳明拉到涨停板，结果拍谁？收最低，好，收最低，收最低。那结果呢？来到礼拜三，非凡连线，这是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。哦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，为什么非凡新闻台你可以连那么久？你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那是我们有本事嘛。我告诉你呢，新闻台他会找投顾老师连线。时间长，因为我们连20分钟，我前面李曙芳跟我一样长啦，可是他是1、2、3、4、5，我是1、3、5啦，因为我说我不要每天连啦，因为连20分钟太长了啦，太长了啦，那也是要有收视率呀。电视台的收入是来自他找我们连线，只要用电话，我不用给他钱，他也不用给我钱。可是问题，他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于广告啊，你会发现我前面广告，我后面广告。我中间就讲了20分钟了，为什么非凡给我连这么长时间？因为很简单嘛，我是很客观，我是很中立，我去讲这一个行情，你懂我意思吧？这叫礼拜三，这礼拜三哦，礼拜三麻烦你把礼拜三重播再打开看。礼拜三我跟大家预告，我说这个挂掉，这个挂掉，这个挂掉，运输类指数挂掉，2609阳明也挂掉，全部挂，全部挂，全部挂，因为全部跌破多方的夜水的防守价，没错吧？结果呢，昨天。主力心态空，好，昨天主力心态空，没问题吧？那我问大家，我放空，我没放空嘛？我没放空啊，因为我认为跌3000多，跌3000多也跌很多啦。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台股在2015年的时候跌幅高达28%，现在台北股市的跌幅高达24%，我认为跌很深啊。可是我会做多吗？我没有做空啊，我没有做，因为我认为跌了28%，跌很多，跌了24%，跌很多啦。可是问题，我会去做多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我会做多吗？是，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的软体？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最主要的业水原因，看到没？昨天呢？从 PM 盘主力心态就全部空。昨天一开盘往下跳水嘛，主力心态也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空。好，你不要说老师这个这么大只是空很多，你都不用管，只看红色，只看绿色，红色代表主力在放空，绿色代表主力在做多。那我请问各位啊。昨天大盘主力心态空，所以说我先讲一个连续战法哦。你没有在做股票的，你没有在做期货的，我请问各位哦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你想要报酬，你想要赚钱，你昨天看到这一档6206的飞碟往上拉，你以为它真的要飞到月球去了？那问题为什么昨天的飞碟往上急拉，就又往下急杀？为什么以当冲的一个所谓角度，你不要小看这种当冲一赔，你一天要赔5万，要赔10万，很简单。那5万块，你可以用我软体用多久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？5万块，你可以用我的软体用多久？你可以选择不要出手嘛。
我有很多会员，他们很喜欢做当冲，可是在当冲之前，他一定要看一下大盘的主力心态。你看嘛，来来，继续看下去，继续看下去。昨天第一段在这边8:09跟会员讲哦，就他杀完之后，他有没有捞起来？他杀完之后有没有捞起来？捞起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用我技术指标哇，跌了3000多点，在相对低档。你对下来看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绿色，捞起来在哪里？再看一遍哦，捞起来在哪里？捞起来在这里。结果呢，尾盘又跟你收在一个最低低点，还没完。昨天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昨天的收盘价完不是完蛋了，很讨厌，很麻烦。OTC 加权全部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所以说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英文告诉大家 ：No good， 好 ，No good， 好 ，No good， 就是不是好事啦。结果今天早上好笑来了。今天早上起床，你看到 PM 盘是先往下急杀，暴跌百点，尾盘涨了将近有50几点，没错吧？先暴跌，然后再大涨，再大涨。好，大家以为要上去了，我请问各位，基本上呢会不会上去？那不是你讲的算，也不是我讲的算。可是我知道这一群决策者，这群 decision making，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那我请问各位，这一群决策者难道他是讨厌台湾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他会看到美国股市他所表现出来的业绩征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美国股市会跌，商人在商言商啊，商人没有什么讨厌国家、讨厌祖国，他也不会爱祖国啦。商人来台湾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我这样讲没错吧？好，继续哦。结果今天新太空。新太空，新太空，好好，那先讲股票，来再变喽。为什么哈？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，因为主力做手永远都比你早知道。我说啊，以股票的一个所谓角度，主力心态空，你绝对不能看盘中连线节目追买股票。我这样有没有很清楚？有没有很清楚？有，很清楚吧？很清楚吧？股票主力心态空，你绝对不能看盘中连线节目追买股票。好。我今天连线时间几点几分？10:25，10:25。当时主播施翰正在讲一档股票，哪一档股票？来看清楚哦，就是这档股票，5285的鸿宝。我们都知道呢，最近 IPC 的股票，也就是工业电脑，非常非常的强，从飞碟开始，再到8050的广基，甚至今天早上5258的鸿宝，因为昨天投信买了1300多张，早上跳空的业绩开高。只有这一段哦，这都是我连线之前哦，我连线之前哦，我连线之前哦，我连线之前在这边哦，在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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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有多少投顾老师又在介绍鸿宝的基本面？再变哦，主力心态如果它是空，你绝对不能看连线节目买股票，绝对不能看。好，来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啊，主力现在空还多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今天早上主力心态哦，主力心态早上走大家在早上在哪里？来来来来，早上杀一刀拉起来的时候，我预告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啊。结果你看哦，空下去之后它有没有弹起来？有，这边预告主力心态空嘛，这边预告主力心态空嘛，这样子下去之后有没有再弹起来？然后请问各位，这边是红色还是绿色？这边是红色绿色，这边红色绿色，这边红色还是绿色？这边还是个标标准准主力心态，老师很小资哎、欸。好啊，那我就吐你槽嘛！人家在这边把空单全部买光了，他搞不好一次买个100万口的空单，他一次放空100万口，他已经没有子弹放空了，他已经全部空下去了。你知道这边在哪里吗？你知道这边在哪里吗？来，放大给大家看，在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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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请问大家啦，你这个弹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软体有没有买进去哈？那为什么要去买？因为根据你所观察到的技术指标已经在非常非常低的位阶，好，技术指标在非常低的位阶，结果收完盘呢，你知道从这边到这边，这边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正经那边哦，正经那边哦，从这边到这边，你又多跌300点了，又多跌6万块了，画虎不成反为犬，鸿宝嘞，来再看一遍喽，我连线之前在这边，结果呢？我一预告大盘主力心态空，嘣就杀下去了。唉，叹气一下啦，老师，捎个好消息来吧。今天外资买的2806口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台积电今天有没有破？是4月破的吗？是7月破的吗？是7月破的，是7月破的，是7月破的嘛？上柜指数我们破，运输指数我们破，运输怎么破？我只看多方啦。18.957都破了，
破啊，不是跟礼拜三道理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说啊，我给大家建议啊，你们现在一定是心急如焚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因为你想把输的钱坑给补回来。可是呢，我建议大家真的又回到原点了。这一波的运输类指数，我等一下讲了，不管包括台积电了，不管包括3031星星了，3624光捷了，我们可以预告空方的标的嘛，3545敦泰今天还在破底，我们已经准到外太空了。它的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你要看得懂大盘。再一遍哦，礼拜三，礼拜跟大家预告主力性在空，礼拜三跟大家预告 no good， 这不是好事嘛，因为全部跌破多方好价。所以说是台积电本身的问题，还是费半指数本身问题，还是加权股价指数本身问题？我建议大家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 YouTube 的行销费用。你看啊，你今天，你看今天这一段。光这一段呢？光这一段，这一段，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，这样子我就帮你省了多少一年的软体费用了啦，我只能建议哈，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真的拥有主力心态。我们电话号码023939398，来台湾台积电，来台积电几秒钟交代过去哈。我之前在跟大家报告，你看嘛，台积电真委屈哦，分析师全部喊说被错杀，然后一年之内大涨50%。然后甚至于今天台积电早上更瞎，还有外资调高它的一个平等，它调高它的平等对还是不对？我讲坦白，我不予置评，我只会告诉你我所看到的东西。我们一再跟大家报告，我说台积电很奇怪，它的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空，好，我一再跟你预告嘛，我说标标准准的它是个标标准准空。那礼拜三的时候跟大家预告台积电的多少价都在494.5，8046南电多少价都在275.5啊，结果呢，礼拜三的那一天，不管包括台电，不管包括南电，全部跌破多方的夜水防守价。所以说我问大家，我们盘中非凡连线节目有没有很重要？当然超级无敌重要的。那结果呢？我要跟大家预告，昨天呢，我跟大家预告，来，昨天我跟大家预告台积电，它今天的多方防守价落在471.5，有没有？然后也跟大家预告台积电主力线还是标准空，还是空，空的买三板股，还在放空。今天台积电吼很干脆。开盘直接跌破多方防守价，配合主力心太空，就直接一刀把你杀到脱裤子。很多人这时候出来讲说，台积电会跌到哪里？他知道，我听你在放屁。我告诉各位吼，现在很多人说台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认为跟台湾没关系。那是因为来自于国际的系统性风险。我问大家一件事情，现在芬兰跟瑞典也要加入北约嘛，所以北约是30+2。我难道我讲一个很疯狂的啦，我如果我是普丁，我会射一颗飞弹过去。为什么射一颗而已？因为我要知道你们北约会怎么样对我。我射一颗，我没怎样，我是射一颗飞弹过去而已啊！我射飞弹，就像金正恩3步5步就射到日本哈、啊，我不能射过你们的领空哦，我不能射一下、啊，这叫系统性风险。好，我测一下嘛。如果普丁的话，我知道你们不敢打我，我射一颗飞弹过去，我没怎样，我没派兵，我射一颗飞弹啊，看你们有什么反应嘛。你看我今天一直叹气耶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很多股票真的很麻烦呢、啊。我们跟大家预告的3037的星星 ABF， 我应该第一个啦，237块钱啦，我就跟你讲奇怪了，主力心态为什么空？当时在5月26号，结果没想到星星跌掉一台国产轿车了，你买个10张，你融资买10张，你赔100万哎、欸，你融资买10张，你赔100万哎、欸，那问题为什么？难道他的老板所讲的曾子张所讲的他是骗人的吗？没有啊，台积电说 HPC 很火热啊，那问题为什么一直跌啦？他就是在空啊！这边我跟你讲，来再看一遍，再看523在哪里，526在哪里？来这边，我们在最高点跟你讲哦。来这边，我跟你讲，人家在放空啊！就有没有一路暴跌？有暴跌？那同样的3545的敦泰，我讲多久了？我121块钱正在这边哦，拉起来，很多人以为敦泰要开始上去了，因为它殖利率高，本益比很低。
当时敦泰在121块钱，我跟你预告主力新太空啊，结果敦泰在哪里？来来来，这边啊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这边啊，拉起来这边啊，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，哦，不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从121跌到80，哎，跌40块钱呢、欸。敦泰，你该买个10张40万也不见了啊、哦！你们不要碰这种了，3620的光洁。80块钱的时候跟你预告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，而且我今天剩多少钱？今天3620的光洁，你看到没？来来来，在一边，在一边，在一边跟你预告，在这边跟你预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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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天跟你预告，这一天跟你预告，来再来，今天剩下多少钱？这一天跟你预告，这样子。哦，我看一下，贴了30块钱以上，啊。箱型全都破了，2027的，什么3532台盛科啦，台盛科啦，台盛科啦，主力心态，台盛科当时我们大赚，赚了170块。所以说哈，你手中有持股的问题，我是建议啦，你先了解人家主力做手，他的方向到底是多还是空。那你想要了解你手中的持股有没有被主力对做的，我的建议啦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把它给拨通就对了。来，赶快讲行业类股我们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每天看我节目呢，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，全方位360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红区一定要帮我选一个。我已经讲了好几年的，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。大盘是一个母亲，没有这个母亲存在，他所生育的这些小老鹰到最后还是会挂掉。老鹰是全世界最强的空中猎物嘛，空中攻击者，空中的狩猎者，我这样讲没错，空中狩猎者。那你今天如果老鹰母亲挂掉，你认为刚出生两三个月的老鹰有办法活吗？拍谁一样挂，一样挂，一样挂。所以大盘一定要摆中间。好的，那航运类股的部分呢，就简单很多了哈，简单很多了。我们是在上个礼拜四，吼，所以说我也不想做这么短，你知道吗？上个礼拜四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我说我总算把航运类股买回来。好，当时我们的长荣我卖在150几，然后阳明卖在129，我在节目当中我都讲哦，我都讲哦。结果来到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假除权议题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我做多，可是做多完之后，我请问各位，航运类股到底出了什么样问题？很简单，第一个，它的开盘直接跌破多方防守价；第二个，因为大盘主力心态空。这样讲得很清楚哦，这样讲得够清楚了。来来来，我们跳快点，跳快点，跳跳。啊，真的哈、哦，很多人问我航运类股到底该怎么办。我先给大家看一样口讯哦。你看我们后来倒数第二趟做阳明嘛，我们从116赚到128，我们也赚了12块钱。然后呢，来看清楚哦，这个是上个礼拜四，上礼拜四没问题吧？上礼拜四外资出手调降长荣目标价，从160到70块。然后呢？2636台华的老板，货运三雄破百元，大进场抄底。你们看到这个新闻，你们会傻眼，不知道相信货运老板的，还是相信外资券商的，对不对？搞不清楚吧？到底要相信2636台华董座的话，还是要相信，花旗环球证券的话？好，都不用相信，相信我就对了，相信我就对了。你看哦，除权股东突破40万创新高，除权前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做多，好，我做多。我做多啊，结果这样子很轻松，做多，上礼拜四，这上礼拜四哦，这不今天哦，哎、欸，这是上礼拜四的价格啊，上礼拜四的价格啦、啊，上礼拜四的阳明当时在96.5，当时的长荣在97.8，我告诉你，我买回来，而且我的标题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说，我今天总算把航运类股买回来，因为那时候很简单嘛，我的2603的长荣，我卖在140块，我97.5，中间价差已经高达将近43块钱，我把它买回来，有错吗？没错吧？所以说，我这样很轻松赚了30涨停板。好，来，礼拜二，哦，这是礼拜二的文章，礼拜二的文章，206.34，206.34，只有礼拜三它跳空破嘛？你看哦，你看啊，直接看扣讯了。运输指数它的多少价都在195.56，今天收不上去。209阳明除权前买进的部位获利出场，那是因为运输指数。那运输指数又是因为什么？又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大盘主力现在空，好，来继续。我这边跟你预告2633，不好事，不是好事。我说 no good， 我一样跟你预告 no good。那啊，这前天拍摄是前天预告的。昨天我跟你预告，不管包括运输类指数，不管包括阳明83.7，不管包括长荣86.4，全部破。啊，惨！今天运输类指数多方防守价189.57又破，
又是破，所以说指数跌很深了，真的跌很深，我发誓指数跌很深了。可是我现在还是比较担心的，还是来自于系统性的问题。真的啦，有时候人家说我很多好朋友或者很多同业说，小石你比印度神通还准。我若是普丁，我会射一颗飞弹的。我看你们北约要怎么办嘛？你们北约敢打我吗？因为我是全世界拥有核子武器最多的国家，我试试看嘛，我试试看嘛。不然现在北约你知道吗？是30家，而且现在整个俄罗斯被包起来了。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发生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是只跟你说有可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所以说你手中的持股，我不知道啦。我只能跟你强调了，今天运输类指数也全破了。你手中有航运类股的，你手中有电子股的，你想知道他们主力心态的，我只能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：礼拜五总算已经煎熬结束了，想尽办法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想尽办法知道你手中持股的一个什么状况。所以说呢，你手中有持股问题，一起来电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你想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，请拨02-2392-3988。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祝大家假期愉快，愉快！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。